出生年月日农历的，出生年月日的。来，你几年次的？三月三十号。三月五十三年是在哪里？七月十七号几点？虚生。啊？八点半。虚的。好，来，现在该这边胜利，四四得一，二三四哈，各是怎么出生的？我的前提是叫做出生到。
我心这一生为什么会转为人？那叫做什么？畜生道的时候我有修，修得不错。好，那现在来看哦，五十三年的那个生肖是属什么？生肖龙哈、哦。来，你就从龙这里哈、哦，基本就下来哈、哦，这里是叫做佛道。那你家出邪了，你要现在出邪是佛道哈、哦，这个是恶鬼道。哦，这里是人道。这里是阿修罗，阿修罗了哈、啊。然后这里是畜生道，然后这里是仙道。好、哦，这刚才很多讲的天道哈、哦、地狱道不太一样哈、哦，但是事实上也差不多哈、哦。好来，好，那现在我们把它写上去哈、哦。这位先生姓什么？詹。詹呀。詹。好好，詹哈，詹先生哈。年就是属于第四世，得细得细谁？从这个人道往前推第四，月的话是第三，日的话是第二道。那你以现在最近的叫做第四哈。那显然的第四世五十三年次，五十三它是属于这里对不对？龙嘛哈，所以你也第一世你家。那月的话是不是七月？农历七月哈。七月你就从出生年哈、哦，男顺阴逆哈，男顺阴逆，男从你的年推七格，那一格也要算，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个是列第三世，那是对角的，因为那六道轮回都是对角，对不对？佛那这里也是佛。然后这里会是什么？这里鬼，所以这是鬼。然后这里是人道，那这里是阿修罗，然后这里是畜生，然后这里是仙道。好，那你是不是第三世在这里？那第二世的话是由日自己算时期，从那边在顺时时期。好，那是不是从这里来定四个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这里是第二次。那你是虚时出生对吧？你从日再顺数到虚，虚就不能算说是被电吗？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因为两个小时为一个时辰哈。所以爱无一道理还是归家神哈、哦，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哦，你是要佛道。戌，你这样第一世哈、哦，那表示说你从佛转为人，离你最近的哈、哦，我四年前哈、哦、买了这本《大我印象经》哈、哦，那把它推敲的结果就是在前两个月哈、哦。请我写软体的哈，因为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哈。然后请写软体的哈，他边写的时候，他这回他就用他的女儿在维格小学哈，他是现在是六年级，维格小学六年级是不是同样出生都一定班的四十几个是不是都赶快生效的哈？但是特性、个性、作为还有学习的程度都不一样，是因为哪里不同？第四世是不是全部都一样？但是几月几号几时出生的不一样，显然他们所降临的在轮回之中就会有不同的结果。所以表示说詹先生离他最近的这一世他有佛性，那佛好不好？好好，但是、哦、佛性很清高对不对？所以说游手好闲或是说经营没事就去管事情，让、啊、人来求他有时候看不清我没帮忙，这个都是属于这种特性的人、哦、所以你这一辈子要修炼的课题，那就是显然在人道你是更重要的、哦、当然我们能够成佛是最好，但是佛本身也还要在进阶嘛、哦、所以不是说哦，都得拍难嘛，一点点帮忙、哦、所以说佛要修的境界当然是佛嘛、哦